OK， 白友，你可以叫我做吹水文 Roboterman， 我是物流部的 CEO。 物流即是搬台搬尾咁咯，我们厕所都有所长的。伯母啊，我叫潇洒哥，他都咁叫我的。我平时都有兼职，做开健身教练。吓，搵一份你都唔够使，你仲要做兼职啊？哎呀，唔好意思，趙蛋哥，嚟，應該請你入去坐下，我煮啲嘢俾你食，地方淺窄，小心。阿伯母都啊，幾實在噶喎，少少咁咧，過兩日冇嘢噶啦。